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我郑国今天要露一手了。不要拍他，十块钱一个。哎呦，十块钱，不要数啊！等下拍出来又数到了，消费一头十块钱的吗？今天做扣肉，到那个棚子那下面去有风，棚子下面有风，你在这里没有风的。小表弟，吃不吃？问你爸吃不吃扣肉？叫大伯，叫你爸叫大伯，叫大伯，叫伯伯。叫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，哎，对啦，聪明啦，表哥，嗯，好，那里还有十多斤阿姑买的是吧？嗯，他炸好了，他炸好，然后我们这里有加九斤，这32斤，32斤，一共40多斤，这次加大这个量了，32差不多33。33加18，算了17，50斤，那里140斤，50斤，这100多斤料是吧？100多斤料搞扣肉，今天要卖个东本，人打的东本来了，卖啊，卖了房晒龙头地下了，新东西去宅子卖房子，嗯。你看专业的，废话。老彭，来啊！给一分钱。榴莲是我吃过榴莲最难吃的一个。优酷，不好吃。上来。我这个简单的小。好咬啊！先试一下，你吃不吃先？你拔点给他吃，看看他吃不吃。哎呀，还没熟是吗？快点快点快点，吃不吃？谢谢，来，好了。只要2根就可以了，起火了不要了，错了，要木头。不是你要掰吗？你上不去啊？上不去。为什么？太胖了。太大了。太胖了。太大了。太大猴子。要一般不要这么长可以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遇见你的搬得动了。
这个是新饭堂的吧？黄的，吃饭。酸。有果，有果，快，我不能当爆炸，是吧？语言很多识别不了，将被断播。来，干杯。要讲普通话。嗯。鸭腿。鸭腿。好吃不啦？不能喝太多吧，干杯。被他发现了。出锅吃晚饭了。吃饭。哎，高宇文。没来，怎么了？问的。
的，太晚了，现在都好多点钟了。吃饭。有没有像那种公园？看一下树高。像不像公园？这个世界也没错嘞。阿宝，这里来。超开心这种感觉。不知道是谁，这么狠呢？没有音乐了，我们也结束了。快乐的生活跟你分享，拜拜。